来吧，兄弟们啊，欢迎来到自埋自挖栏目啊！今天这个主演是安康小姐姐，给大家表演的是钻进模式啊！啊，见到的小哥哥小姐姐，咱不要双击了，天天要，天天要，也没人给啊！喜欢大海的记得点个关注，一会儿马上赶海直播喽！哎，不老铁，正在眼前的这叫蝴蝶鱼，也叫红娘子鱼。据说以前在天庭上给人牵线搭桥的，最后犯了错误啊，堕入人间，坠入大海，变成了此鱼。感觉他骗老铁扣一，喜欢感恩的朋友给个双击加关注，八点左右看我赶海直播。烟一根一根一根的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的干，请你要体谅我。因为酒醒以后还有生活，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，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，有一天咱老了，让我们一起。来了兄弟们，有人跟我说啊，你粉丝这么少就别太累了，谁又知道我们这个年龄背后的辛酸。今天给你们挖一个海老鼠，哪怕有一个老铁给我一个双击一个关注，我也很高兴。祝所有双击加关注的老铁都能天天幸福快乐啊！喜欢看赶海的话加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玩。抓鲍鱼海参啊，属实佩服面前这位大叔，在零下十度的天气还在这抓海参鲍鱼，属实不容易啊。能不能给勤劳的他们一个双击支持一下。